不是一般人敢有的，是的。他针对什么人？他就针对头屑头痒的这个人群。如果说你现在镜头前的你是有点头屑啊，有痒痒，我动不动会抠一抠、其实有时候你自己抠你自己，你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真的，我们抠抠说了不算啊，因为他是真的获得了我们国家专利，有没有获国家专利？而且我跟你讲，它里面加了我们的青蒿提取物，这个成分大家应该自己去安利一下，很厉害的一个成分是一个，而且它里面的复配因子和马齿苋植物精华，就对你头上的屑屑特别的友好，而且。如果你是头皮也容易敏感，其实很多人，我们其实一般人如果容易有屑屑的小伙伴，你看你的头皮都有点红红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，所以你要挑洗发水的时候，其实你更要挑一款温和不刺激的。其实它要调理的是我们头皮的那个毛囊，是还有它皮脂的那个分泌度，就是我们的抑菌还有抑螨报告啊。大家看。来，像我这种成分党，要跟大家要再科普一次，我们有青蒿提取物，它是什么作用呢？它就能够抑螨率能高达99.9%，它怎么不写100%呢？其实也已经差不多了，像人家多严谨，这400岁的研发天团也太严谨了。那零点一我就不说，我就不四舍五入。对，它能够，它抑螨率能够达到99.9%，而且帮助调理这个头皮的毛囊和这些什么油脂的分泌啊。然后对马拉色菌，这个是我后来才知道的，人家那个学名就是产生这个是什么东西，这就是专门产生你头屑的这个主要的那个菌，它就有抑制效果，它抑制它 no way 直击头皮屑头痒的这个问题直接就被解决，是而且这款它是高倍渗透，所以就比较很多东西如果渗透不了的话，你在表皮也没用，它是用一种透皮技术，所以可以更高兴啊。我们先给大家商量价，平时价格它是要179，大家自己看，单瓶六十三，也就是说这一组加起来是，对，你看送护发素45，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是2瓶洗发水，1瓶护发素，其实洗发水肯定用比护发素多嘛，今天这3瓶，不要179，我们直接摸摸给大家砍百位数，到手只要79，同时如果你现在关注摸摸扣的，亮了我们家摸摸扣灯牌的，来再送你一个，哇，再送你一个150-190ml的洗发乳1瓶，再跟大家科普一下，我们真你先说，而且还在送。这么多旅行装，14袋可以试用，而且今天是这样的，这个品牌特别的支持大家，因为你知道你卸卸的东西你就用完就自己看嘛，如果你先收到之后先把这个小样，这些小样全部可以试用，对吧？对的，这一瓶加上这一包都可以先试用，先试用这些觉得满意的再把这3瓶大的留下，觉得不满意的要退回来。这400岁的研发天团非常的有信心，你去拿去试用吧。来，3、2、1，能量拉满上链接，全部到手，今天79，平时光这3瓶就190，默默哥今天直接砍百位数，而且再给大家申请了一个试用装，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双十一大家都在买东西嘛，尽量还是有试用装的比较安心，因为你用了就觉得不好，你可以。对，而且我们这个里面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绵密的，然后它味道是非常清晰的，就是你洗完之后感觉头发特别的清爽和蓬松。我们俩从头到尾就完全没有说它这个就是香味啊什么样，因为。我是什么人，这个东西啊它只要对我身体好 OK， 它再难吃我能吃下去，是它只要好，它不，我不管它什么味儿我都会用。你更看重功效？我非常看重功效，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了，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进来出去的朋友，这一款针对什么，针对你如果头有一些头屑，有一些头痒，抠抠抠抠，左抠抠右抠抠的朋友，你就试试它，而且如果你用了别的你觉得效果没有那么好，你也试试它。康王就是他们家的产品哦，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来研发的？是400岁的研发天团，好几5位年过8旬的这个家。而且今天默默我跟你们说试用，不是口头说，真的可以试用。你收到货以后，这些赠品、这个赠品全部可以试用。您先试用，试用觉得满意的再留下这3瓶正装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给大家过了啊，大家自行下单。平时179，今天79，全部带走。OK。头油当然可以用了，我跟你讲一般这个都连带的，比如说你头上有屑屑的，你头皮肯定会稍微油一点，对吧？干头你也不太容易有屑屑。哎呀，可爱的来了，这是今天跟我直播间颜色非常非常搭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乐若沐浴啫喱。我跟你讲这个沐浴啫喱呢，它有很妙的东西，先给大家说，因为我天天在用这个，很多人家里会用那个浴泡球，我其实不用浴泡球的，因为用浴泡球可以发泡嘛。我可能皮比较嫩，我用浴泡球我可能会磨牙。好了啦，对不起。然后，所以我不用浴泡球，可这个沐浴啫喱它不需要浴泡球，它自己会发泡。先给你们瞄一眼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仅用浴泡球，你还用什么？看，
我都用丝瓜沙，丝瓜瓤那叫。你们看，废物叫，它跟剃须泡一样，比较嫩，发泡了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针对的是什么呢？现在是干燥的天气，皮肤呢就是干干，比夏天的时候要干干。这个地方啊，然后小腿啊要起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含有精油，我好喜欢，我就是一个油腻的人。站着洗的香氛泡泡浴，别人用精油护肤哦，我们就用精油洗澡。哎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很厉害的什么？它奇华顿调香。什么叫奇华顿啊？我这个东西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你们很多什么样沐浴露，大家觉得很香，是不是？你闻一下，它香，它其实跟香水不太像。可奇华顿那个公司，它是个专门的香水调香公司，它给一些大牌香水做调香，所以这个沐浴露里面，你会似乎闻到它不太像沐浴露，像是个你把香水泼在身上洗的感觉。它的香味比一般的沐浴露要浓一点，而且很多沐浴露你洗完之后，你洗的时候香，洗完之后就没味儿了。它洗完之后身上还是带点香味的。哎，都用过是不是啊？他说用，他超喜欢。对，这个真的很好用，而且很温和，因为它的表活也是比较温和，因为加了白石花籽油啊，山茶花籽油。哦，谁说了？刚刚有一个 C 开头的宝宝。对，这个我用过，超好用，是很好用。可是它有三个味道。七不想关说了，好用啊，好多人喜欢这个牌子，我们可以挑味道。我本人我比较喜欢这个味道，我很喜欢这瓶，我喜欢这个克林特之梦。你喜欢哪个味道？我喜欢它，就是因为它的颜色。OK， 一样。这个味道，哎，这个颜色上面是，下次可以办同样印上去。你看我这个人摸摸口，说的话跟办的事儿，话全让我说了，事儿也全让我办了。刚才人都说哦，我不在乎，他只要功效好些的说，嗯，它好看。那我跟你说就这样，因为很多人挑颜色可能挑味道挑不好嘛。其实不叫双标，叫女人就善变，怎样？是。好，一共三个味道，一个是柑橘琥珀，一个是雨后苔藓，一个是玫瑰花果。对不起，妈妈，给你圆回来。然后平时三个味道容易难选，今天默默给大家是一个组装的，是119到手三瓶，平时119一瓶。来，准备来吧，三。我们这直播间啊，就是属于这里头谁跟谁都不挨着，谁也不熟。我们其实得挨，我们是挺熟的，就怎么说呢？因为第一次见面啊，是吗？啊，杨，对，我跟你说，我经常听他歌，可是我今天第一次见他，哇，好激动，杨。我循环放他的歌。我都说了，我的直播间不要演。哦，不演，不是我放的歌是真的。你问他们，他们都听麻了，他们都听麻了那首歌，我连放了一个多月。王者荣耀的。那个星火，星火，因为我是个 Timmy 党。你也玩吗？当然了。啊，下次 solo 一样。来，大家自行下单啊！就你洗完之后身上特别香，而且里面加玻尿酸，洗完之后身上不会让你皮肤干干。洗完之后身上，尤其我们现在在北方的小伙伴，你如果洗完澡觉得含皂基的沐浴露，洗完之后身上可能会有点刺挠，这个不会。你洗完之后，你会发现身上润巴巴的，而且。你是哪人啊？我杭州人。那刺挠是东北话。那我身边很多东北朋友啊。对，我是半个东北人，嘎嘎香，我跟你说，嘎嘎香，这嘎嘎，是这么说的吧？嘎嘎香，我跟你说，平时这一瓶190，今天三瓶190，三个味道你们都带走，自己去试一下，自己三个味道自己选一下。像我比较喜欢，我跟萌萌都喜欢这瓶克林特之梦粉瓶。我跟你说，沐浴露留香，它肯定不跟香水那么久，可是它比别的沐浴露相比肯定要久很多。因为别的沐浴露你可能洗的时候香的，你出来它就不香了。这沐浴露你洗完之后，你会发现你钻个被窝，持久留香，第二天被窝里面都香喷喷的，哎，因为它加了精油。精油你们敢信吗？我嘎嘎香。对不起，来，请给我喝水。这句话在你嘴里特别违和。调香工厂的证明要吗？哎，不就是那么说？你说一下。嘎嘎香，你说就是哺乳期不要用哦，亲爱的，因为哺乳期的妈妈还是怎么说呢？你还是尽量用点没有气味的东西。感觉好装，我装什么了，宝贝？我装，他们觉得我装。没有，他说我， okay. 我肯定是那个啥。OK。三位有什么推荐？我们三个口味全都给你。亲爱的，我们是三组，就是怕你们挑不好，因为它有三个味道，一个是柑橘琥珀香，一个是雨后苔藓，一个是玫瑰花果。那么今天就是默默哥担心说，因为个人的喜好嘛，怕你们说选不好，没关系，三瓶都给你带走，三瓶119，平时一瓶190，好吗？来，我们又要上高速了，我好喜欢嘎嘎这个词，一下出来就说不住了。你那个，主要是你说这个特别违和感。那应该是。就是那种，不是我意思是得是那种男生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一个秀气的男生，你说这个特别
那东北女生不说嘎嘎，准备来了，高速来了，来高速来了，我们高速今天给大家不要再深陷这个嘎嘎了，对不起。来，我们今天高速，我们会有高速频啊，五分钟上高速，里面给大家上的都是海蓝之谜啊，这种东西都是大件的东西，而且每个都是默默口补贴的，你们看到价格，你们一定会让你们满意。我们准备手速，先给大家先亮个灯牌，好不好？大家点亮我们的小黄心，然后一个灯牌加入默默的粉丝团，然后我们开始我们的五分钟上高速，疯狂给我们点赞啊，疯狂点赞。把直播间分享出去，怕你们抢不到，我就说嘎嘎响。来，准备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准备好了。三、二、一，上高速。来，第一个，嘎嘎便宜的吸尘器，这个吸尘器平时价格599，今天默默直播间到手只要嘎嘎19。下面来一个荣仕达的一个一体锅，这个锅呢它是涮烤一体，就这边可以涮火锅，这边可以是烤盘，1.5升大容量，平时599，今天默默哥直播间只要19.9，嘎嘎便宜。来，我们下面来个眼霜，这个眼霜它是自带一个按摩头的一个舌头眼霜，平时是79一支，今天默默哥直播间29.9是两支，一号链接。下面我们来一个我们的蒸汽眼罩，平时是29.9，今天蒙哥直播间到手9.99，一号链接十片。下面真的嘎嘎来了，来小黄鸭的嘎嘎电煮锅，下面蒸上面蒸下面煮，17.9，一号链接。来，我们来个荣仕达的一个绞肉机，日常做辅食绞肉绞菜都可以啊。平时159，一分不能少。今天默默直播间只要9.9，9.9哪那么大个东西？这么大一个东西，真的。一号链接，解放双手，真的。来，我们来个洗手液两瓶，刚需啊，400ml一瓶，两瓶小苍兰的香。今天默默直播间只要9.9，一号链接。来，下面来一个纸巾，40抽的纸巾10包，今天到手全部只要9.9，一号链接。我要嘎了，我能嘎吗？嘎嘎嘎嘎！来，嘎嘎来了，嘎嘎便宜的来了，嘎嘎便宜的海蓝之谜，平时1280，今天默默可以给大家补贴价格，吓死人！来，只要99.9，一号链接。海蓝之谜，刚才谁说要的？现在就赶紧。我来美妆蛋一盒4颗，平时40块钱，今天默默直播间到手9.9，一号链接。哎，一周用一颗就丢啊，不用洗了，很方便。它便宜嘛，我不管。来，今天我们来一个化妆工具13件，里面有刮眉刀、刷子，然后睫毛夹之类的，今天只要9.8，一号链接。荣仕达的一个养生壶，1.8升的容量，做花果茶什么都可以。这个我好推荐，好推荐给大家，9.9，原价199的哦，9.9哦。来，一号链接。大家好，我们这里是谁有我们垮直播间？哎，你们真的有点接不上色，你们再这样，我们不要再喊了，我们就直接说吧。对，直接说吧。来，我们今天就摆烂吧。来，4个无我将军，平时摆烂吧。今天7.94。来，有人问我在后边晃荡啥，我就想晃荡一会儿。我今天不是特别舒服，主要是。对，我们来两个耳罩，平时19.9，今天直播间到手2个。一号链接。9.9。开了。啊，对不起。洗衣凝珠4包，每包10颗，一共40颗，今天到手。这个直播间9.9，在干什么？一号链接。来，哎，这个要说，这个要说，顺行洁面，雪花秀顺行洁面，平时105，今天默默哥准备的价格特别有诚意。你们说。一块，你急什么？你我很着急，这是个疯娘们。这是个疯娘们，打起来一会儿。来，我们304的不锈钢的一个保温杯。今天一个只要，那你们说，你们要说呀？你说。13.9，一号链接。行。我们要不先去喝个茶？我们先去喝个茶。我比较喜欢吵架，我这个人很喜欢吵架的感觉。来，我们来个木质的化妆镜，今天只要6.9，一号链接。阿玛尼红管唇釉，平时330，今天默默哥直播间。只要9.9，刚才有谁说要上405的，但这个是随发，知道吧？混发。来，这个叫混发。准备来。来，一号链接。下面来一个酪色的丝绒唇膏，这个也很好看。这个刚才也有人拍到了。对，89一支，今天默默哥也是。9.9，一号链接。
下面来个地垫啊，坐在门口放的，平时29.9一张，今天9.9。嗯，一号链接，三张，三张。你们几个都慢慢拍，真不得了，是不是早起？我跟你讲，现在谁都要说一句，大家第一次见面，来理解一下。下面我们来一个面膜。哎，来了，面膜来了。好，跟大家讲了，好了，你们刚才抢没抢啊？我们这个疯了吧唧的直播间，真的，大家已经开始摆烂了。对吧？再这样，我往后面跳舞去了，等一下。摆烂了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面膜是什么时候？我有一天看到，我好像看那种沉浸式护肤，怎样怎样地，我就看到有一个女生说，就是一个女演员沉浸式护肤的一天。嗯哼。我就看她敷了这个面膜。呀，这是附带的一个韩国面，我立刻自己就也去入了，用对我就入了，因为这个面膜它特别明显，你知道吗？它一撕开然后就有一个啊，我说尝这个绷带的面膜，我说这面膜我要用一下。我跟你们讲，悄悄跟你说，默默哥很喜欢在网上买东西，他有时候悄悄会买，他你们可能他在某个直播间撞到他啊，你别那个啊。哦，我不仅是在我那个宝买 ，OK， 我还在。就是我们抖音上买，然后我还有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博主，他昨天跟我们说，我们一直问他时间，他不肯说，就是不肯告诉，他不肯说，他给那个博主上礼物来的。我很喜欢有一个博主，然后我给他刷了礼物，后来我想每天，因为他每天都开播 ，OK， 然后我为了看他，那个，哎，杨碧果，你能不能给我录个屏啊？我这个某某某，大果啊。你看见了啊，你再看直播吧，你帮我录一个呗。然后我为了看他，我申请了一个小号，每天都去看。专门为了他申请了一个，我就为了他。然后他是早上播晚上播、嗯、然后他吃饭的时候我就跟着他吃饭，我为了他把吃饭的时间调整了。你连男生女生都不说吗？男生、okay, 不女生男生到底是女生，女生我发誓是女生。好好好，然后我每天是下午6点吃饭的，我为了他调到了，因为他大概9点吃，我也9点吃。 OK、嗯、真的很喜欢他，铁粉。我不知道这种我能不能在这说啊，我可以说，我还是好想给他拉一波粉丝，但是我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，就是他应该很爱你吧，我觉得。但是他不知道你爱他，他不知道我这么爱他，这个是真的。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博主？他是一个运动，健身，然后吃东西。这样的一个 OK、嗯、来，我们这个速带的一个黑绷带的一个面膜，对不起，健身博主也要用面膜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女生她说过一句话，说什么？她说：“哎呦，就是护，因为有人问她护肤，她说：‘哎呦，护肤我不是特别懂。’然后，而且她现在本人她到上海了，我真的很想接机，然后我想给她准备好多好多护肤的礼物。下次把她请过来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我你愿意？你愿意吗？我当然愿意啊！这样的话，我应该会不知所措吧？你也会有不知所措的时候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很少为谁这么疯狂的。”我好好奇啊，就是他如果出周边我一定买。我现在他的行程我特别知道，他现在他人已经在上海了、哎、然后他又新的一轮训练，他提供了线索，你们能帮我搜出来这直播主是哪位吗？我们直播间粉丝一起去找。没有，如果你们猜到是谁的话可以再猜到谁告诉我一下。他不肯说，他不告诉我们。我不说。有人说哎，好几个小伙伴，你们的灯牌灭了，快点！我跟你说，亮个灯牌，然后给你们奖品啊。我们的、就是、点亮我们的小黄先把粉丝点亮。你们有没有喜欢一个人？就是因为我是付出型人格、uh-huh ，如果我特别特别喜欢一个人，我就会完全的把自己付出出去。就像今天我跟大家，因为我分享型，然后付出型，所以我才好好的，哎呀，跟大家好好的讲了我今天想要分享给你们，为什么我要分享给你？好的，我们分享这个事儿需要两个人。啊，真的、啊？对。哎、啊，你们今天怎么这样啊？你咱们就是说，他们好像猜不到，然后就走了。OK。可能去搜了。可能根据你的线索去搜了，去搜出来了。看看你关注了哪些人？对。然后我们继续啊，我们的速带的一个黑绷带面膜、嗯，这个比如说很多人现在经常熬夜追剧的，然后这个面膜其实是个韩国的一个院线品牌，因为我们以前去外面玩的时候特别喜欢去外面做脸。等一下，我插播一下，因为他们有在问说是谁，我告诉你们，他是一个素人，他不是艺人，是艺人，我哪好意思这么搞？他是在哪里的？是素人，完完全全的素人，嗯，好，来继续，来，请。嗯，如果你是有熬夜的哦，追剧的，然后你去美美院的时候，你又觉得没有时间，我预约很麻烦，功效的各种面膜又很多，你不知道用哪个的时候，这一款它是院某线的面膜就可以解决你的烦恼。嗯，它是什么功效呢？就是补水，
保湿、去黄黄、提亮亮，它都可以。它的卖点是在于人家是院某线的面膜。是的。嗯哼，你明白？就是我要是去线下的时候，大家就是你去度了一些嘟嘟嘟嘟嘟嘟之后，那个院，哎，就会给你贴，哎，太多进程了。比如说你美容一做完之后，你就可以贴一天，特别好。这个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去那儿，然后就是院线不是给你嘟嘟嘟嘟嘟，然后就会有一个穿着这样的过来跟你说贴一个这个，你就会好好好好好。然后一会儿十分钟后我就去蹦迪了，呀。就是这个意思，你懂啊？我刚才很形象吧？懂了。Uh-huh. 然后这个里面我跟你说，它主要加的是烟酰胺和谷胱甘肽。你们知道的，烟酰胺、谷胱甘肽一般都是亮亮的成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如果觉得对自己的肤色不满意的，希望自己的肤色，能够亮亮的，然后希望自己的皮肤变得稍微细细腻腻的，可以考虑一下这款我们速带的一个黑木耐面膜。嗯。而且它里面加的是玻尿酸和水解胶原，你知道，就面膜补水肯定是它的基础，任何面膜它不补水，它都是没用的。对，这个面膜补水肯定加，而且还加了咖啡因之类的，所以说你早起的有的人早上起来你也可以贴一片，可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的速带的面膜平时的价格是189一盒，大家自己看。今天Momoko的这个一个线下级的一个面膜，189一盒的面膜不要，今天是到手128，不是一盒哦，来这么多，这么多，128这么多。有的囤了，而且再送你两片，关注Momoko亮灯牌的送两片面膜的试用装，就您可以先用试用装试一下，如果试用装觉得不满意，您再把大的还回来，大的先不要拆，好不好？大家如果希望自己的皮肤亮亮，然后去黄黄，都可以选选我们速带黑绷带。来，先给大家上链接吧，准备三二一，能量满满上链接。平时189一盒五片，今天直播间到手128，整整32片。直接去闭眼入这个来自韩国的一个速带，好吗？来，只有50单，这个是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的膜布特别的薄，我这个我可以拆吗？可以啊，我不得不拆一片，因为我是个强迫症，如果那个面膜的膜布，有的膜布跟纸一样，贴啊贴不住那种，我要裂开的，有时候，这个，来你看一下，哦，你看嘎嘎服帖，看都看不出来，嘎嘎服帖，哦，哎，这个就很舒服啊，这个膜布贴完，你看。是不是很匀，就边边角角什么鼻翼边都可以贴到，好润好润，对，而这面膜我跟你讲它有点好，但闻起来没有什么气味，很多面膜加了很多香精其实不太好，我觉得跟你们讲，它就是院某线的护理级的这个面膜，就是你去度了一些脸了之后，它就会那些白大褂就会让你用这个面膜，就是它的修复是很厉害 的好浓的精华，大家看好浓的精华，好稠啊 ！OK， 日常价格189一盒，今天Momoko直播间128，到手整整六盒，加送两片，整整32片，相当于只有平时6/5的价格都不到，没有了。这个速带没有了，Momoko。我跟你讲，你讲那么多，他们都没听明白，但是你就告诉他，这个折扣是1.1折，1.1折，你想买吧，1.1折，可以加吗？他们没有了，再加180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只有50单，只能用到50。好，只有50单，我们再来50单。来准备。宝宝们听好了啊，这个面膜是一个速带的黑绷带，它是一个线下的韩国的一个线下做脸的一个面膜。平时呢一盒是189，它是五片的。那么今天我们Momoko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是128，整整六盒，加送两片试用装。您可以先用试用装，试用装觉得满意的再拆再大的。而且这个面膜它里面是去黄黄提亮亮的一个面膜，不仅仅是个补水保湿的，所以你可以大胆去。来，我们Momoko给大家加了50单，给大家上链接准备。能量拉满上链接，最后50单。最后50单。这个面膜线下你去做一次，线下你做个脸是不是得大几十或者三位数？今天某某和这边4块钱一片。哪有几十做个脸的？什么脸能几十做下来？杭州有那种比较小的，就80-90做个补水而已。那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这50单，因为我的直播间我不想跟大家演啊，是，就是那个，不喜欢演啊，几百能不能再加？其实心里都有底，大家都有底，你们也明白怎么回事，真诚就行了。现在就是还有50单，然后我推荐给你们，是因为它针对的是去黄黄，提一个亮的，然后补水保湿，这个是基础的。但是它为什么我推荐给你，是因为它是你到院线去度了一下脸之后，白大褂会给你用它，因为它是维稳修护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你皮肤是刚刚受了一些创伤、创的，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对，
也就是这个面膜。我又说错了、啊？没有，哎，而且你们刚刚是不是看到我挤面膜了？我刚刚只是用纸巾擦，只是纸巾擦了，吸收了，一点一折。我手吸收了，你们摸一下，我手吸收了。乖乖们，它就一点一折、哎。我手吸收了，我没洗、啊嗯，我刚刚我就挤了一下面膜，我吸收了面膜手上。啊、又没了。又没了。好，来。哎呀，还可以再加吗？还是没有抢到他们？还现在直播间还有多少人没抢到？有多少人想要这个面膜的？我们扣想要好不好？我刚刚跟人家说我不演，就是五十袋，你现在又跟我说真没了，真没有了，真没有了。真没有了，亲爱的。那什么意思啊？是真的没有了。你现在是抢光，真抢光了。真的抢光。还要再加。如果他们要是想要的话，我可以再去沟通，就是再叫我临时沟通，因为他们只给了我们一百单。可以临时沟通吗？可以。那你快去沟通喽。你怎样？你打车到他门口吗？啊，我打个电话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是等你沟通还是？你说你想要多少单，我去沟通。再来五十喽。一百吧，好不好？再来一百吧，一百吧。刚才五十五十上两次，他们十秒不到就没了。好好好，那再上一百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，你们自己去搜啊，它外面的价格很明的。来，给我看一下价格表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刚刚已经抢完了。我跟你讲，某某口，因为我们开播前他会跟我们说，他说他不喜欢演，他是个很真实的人。你们不要来那种，就是他特别真的不喜欢现场。哎呦，就跟我抢，哎呀，给我多送一盒两盒，他就给你全上。其实我跟你们讲，真的价格大家相互都已经说。你们看一百八十九一盒线下，他今天确实他是一次性都帮你们谈好了，就给你们谈到了，因为这个是开播前的准备。这是某某哥的准备，而不是开播现场来直接给你们来拉扯的。对，所以他直接就是128六盒给你们弄，有了是吗？来，平时189一盒五片，今天128，某某哥争取到的是六盒128，而且加送，我再沟通一下，加送两片，而且这两片还是试用装。最好不要自己在我眼读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上了没有的话，真的，我把头发薅了，你信不信？今天某某哥还给你们加送了两片试用装，因为我们说的某某哥希望你们，某某哥是很真实嘛，他希望你们可以体验一下。如果你们真的用了这两片觉得好的，再把这大的拆了；如果真的觉得不好的，没关系，这两片请你用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加？姐姐，可以了。那听某某哥加一百单吧。好，来，我们就一百单，准备来吧。那个看你们需求哈，但是我是觉得这一款面膜它值得你，你知道吗？再跟大家科普一次，我们先上好不好？提量，哎，先来上三二一，能量拉满上链接，又上了一百单，对不起啊，真的，这个就是邀请你们体验，这个就是有底气的。如果很多东西买了不能退，那多麻烦呀。嗯，去黄黄的，然后补水保湿，这个是基础，它应该就像刚才花花你那句话说的特别好。就是一个面膜补水保湿是它的基础，但是它厉害的在于它是维稳修护的，它额外加了亮亮的东西，你们看还有功效报告，可以紧紧自制，嗯，都是有报告的。因为你们知道用院线的东西，其实我们说直接一点啊，比如说我今天我去下面做个脸，我去外面花钱做个脸，我做完之后跟我做钱没差别，我估计我钱都不会付，我也不愿意去，是吧？哦，你有这样的时候啊？嗯，我有时候做个脸，他们啪做完之后一照，我说一点没差，美容师跟你说啊，你漂亮好多，我咔咔胡说。对，我也不要听别人的，我也不喜欢，我都是自己感受，自己感受是最直接的。对，所以说今天这个素材面膜日常的价格单盒就是189，今天某某哥这边是128六盒，加送两片试用装，您可以先用试用装，觉得满意的再把这个大的留下。它还有一个不好就还回来，很厉害的一点，它就是含的有那个咖啡因和银杏叶的提取物，它能够。去这个黄黄的时候还能够抗氧化，而且消某个这个肿，就是它有这个。我跟你讲，他们旁边刚刚一直不说话，你知道他们在干嘛？他们自己在拍。我说怎么那么不够抢的？哎，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小姐姐们自己在拍。现在已经250单了。250，已经卖超了。嗯哼，不管，不管，趁商家没有反应过来，你们。我第一次，没有。没有了解到的朋友，我第一次了解这个面膜的时候，就是看到有一个女演员，她发了一个抖音，然后就说一个女演员沉浸式护肤的一天，她就撕了一片这个面膜，因为这个面膜太显眼了，就她一个绷带的这个样，我当时就说，哎我说她做的是啥呀？有啥不能说了？没有没有，可以请。我又说啥了？没有，你刚刚这边有脏的，我把你拿掉。真的，我想知道啥，你悄悄告诉我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面膜就特别好用，对它因为叫它黑绷带面膜嘛，所以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普通那个抹布的面膜，它只是上面画的是个绷带。OK 啊，最后十单。我们看一下精华吧。我们看一下精华吧，再给大家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只有十单了是吧？好，没有了。哎，我这为什么突然跳成李佳格车车？你点一下你的左上角，就是你自己。
OK， good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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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可以每天用吗？根据你现根据你的情况来啊，如果你是在比较干的地方，你就可以每天用；如果你不是很干，正常来说你就可以隔一天用就可以了。那个宝宝说这个面膜确实非常好用，我用过四盒。真的吗？所以你今天囤了几盒，亲爱的？哎，刚刚拍到宝宝可以帮我打拍到，好不好？是林伟杰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们还在猜啊？就是我这个梦中情女，你们都还在猜。我也想知道，你把下播悄悄告诉我好吗？今天不要。今天有护发素啦，今天有护发素，我护发素，那护发素你可以充当发膜厚涂就行了。你如果想要发膜护发素厚涂，包个什么袋子啊那种之类就差不多了。牛郎是谁啊？不是，牛郎 ，UD 的牛郎。哦，我以为是人呢。来，有，哎，没有，没有，今天没有。我是织女。好，来，来，我们下面来一个科润保湿面霜，滋润乳霜，我好爱它，因为我。从一开始说这么热吗？一丢丢呢。你把外套脱了呗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把你好，差点又乱说话。来，如果你是干皮、敏敏的皮肤，然后皮肤娇嫩，就像他刚说，我的皮肤很嫩的，然后你动不动你就会起皮啊、泛红啊，用什么护肤品都不行，而且上妆卡粉，你就用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它有一个怎么说？坊间流传的说法说它是厚脸皮霜。它为什么叫厚脸皮霜？就是你可以不天天用它，但是你皮肤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就用它，你就会感觉到它的温和的这个配方，它的四季可用，它的零负担，它的这个润而不厚重，哎，这是它厉害。而且它连酒精、香精、色素都没有加。敏敏姐，这款呢，它其实是针对，比如说，如果你是个干敏皮的，那你在换季的时候，你的脸大部分都会有脸上，比如说有点鼻翼这边有点干、有点红、有点起屑屑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个油皮的，那你其实在秋冬也是要用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干敏皮的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用。那么为什么要厚脸皮霜呢？因为我们很多人如果是敏皮的小伙伴，他皮肤肯定会相对来说比较薄嘛，所以我们要尽量让你的皮肤不要那么老出问题，要它慢慢的变得更加稳定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平时我不仅用它当做我的面霜，我还拿它当什么用啊？护手霜？不对，妆前打底。装你看聪明，这个我用它当手霜还是有点奢侈了吧？我没有哎，我会拿它当那个妆前打底，因为我是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干，我不知道你们跟我一不一样，就是鼻子的下头很容易干，所以我喜欢在妆前涂。好，先把链接上了。平时的价格大家都知道，科润的面霜的嘛，都不用我多说了，平时是188一瓶哦，你们看。双十一预售也要158，双十一预售也是158哦。今天摸摸这边，我们比预售就是要便宜，我们今天136，再送你一个发带，这发带很好看，这发带我自己家里也经常戴着发带。好，这发带不重要啊。OK， 对，不重要呀。就非要展示。不重要，对不起。这个发带。OK， 我跟你讲，先上链接三，我们先上链接啊。好，能量拉满上链接。Okay. 如果说你的皮肤有敏敏的、泛红的、起皮的，你就用它。如果你的皮肤没有这方面的困扰，你也可以用它。为什么？像我就会拿它做妆前的打底，我会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任何人你都可以需要到它。对，因为我用它的妆前，你用它做妆前打底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它的成分很简单，很温和，所以也不会搓泥儿。是，你知道。因为现在这些地方很容易就是卡那个纹，如果搓了你的面霜根本用不了妆前。对，而且其实这个面霜很湿，其实你就把它当做日常的日霜来用。因为我们日霜就是要润，而且它虽然润，可是它不是那种会油的哦，它不油哦。你们看，吸收了，好润，多吸收了，就是你用完之后你是润而不油的，所以这个面霜你们可以闭眼入啊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也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你展示出来它多么的润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因为我很在意一个身体的脸上的保湿，永远是在 Momoko 的最很厉害的，不能说那个哈，就是我觉得保湿是对非常非常。给你看一下，我刚刚涂过一坨了，我再涂一坨，你们看得出它没有油膜感，没有油膜感就吸收了，它也没有亮，巴拉就吸收了。我这边是擦了。然后这边没有擦哑光的哈，但是它是哑光，看出来了吗？看出来了，对，它吸收进去了，所以它好值得大家入手。大概价，我们保单，榜单也是都是这个哦，
看榜单，科润的面霜大家应该不用，基本都知道了。今天我跟你说，就直接给你们拼机制。男士可以用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不是男的，男生你就有一个这个就可以了。男生你不需要太多的什么水喽、精华喽，你就一瓶这个，冬天你就已经就完事儿，很好。这款我跟你讲，你就日常稳稳，大家都可以弄。就你是男生女生，相当于这一瓶来，你如果是女生，也可以跟你老公一起用。然后就秋冬的时候，你换季了，脸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就日常把它当做日霜用或者晚霜用。就是你甚至要妆前可以厚敷在你的鼻翼两侧，然后用它会让你的妆就变得贼拉的。